听到了。对。下去吧，下去那个看看那个谁志明给打电话，然后那个咱这车床这老海珠给掉来了。哎呀，车床老海珠，你整啥你也整不好。哎，快点吧，去吧那个谁，你奶奶准家志明给我打一个电话。你去吧你整啥你整不好，那掉来我得往上整哎。靠给你的，我得往上整。啊，不让你不来了。你大老海珠你给我搬过来，我在车床这都掉了。我不去的，那个到那儿正正上去了嘞，知道。那兜儿兜儿嘞，啊，那兜儿嘞。啥兜儿？哎呦，那兜儿。倒门儿还倒坏了，你看，倒门儿了。下一次再走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开会。我掉嘞，是给我掉嘞，伢子在这边后拉的。哦，你这秤你秤坏了。秤坏了，你也没喊准，咱这横着的给倒着嘛了，是。横着呀，咱这边倒着半斤呢，这边半两。你帮取来了呢。你帮取来，看我弄上你了。给。给。哎，那不是过去的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到这吊死老虎了？啊，咱这是，你把这电话筒里边老黑猪过来了。小鬼，你不说就俺那个弟弟家也不能打电话，也不能这儿的。那俺志明给我打个电话，你要是铁柱，你奶奶还是知道这家志明给打个电话。有啥事要嘞？俺这有个邻家能打个电话。不是，你要打电话，家听没带音下来。叫把料洗呢，啥把这个灯泡拿上来。拿猪场的。拿上面长上黑，要不然都出来。放家里放心。放家里放心。嗯。交吧，那些费的吧，费了就上去，是不？哦，五点上去。你先上去。